茂妹，你做紧咩啊？我上网买紧男朋友啊！你睇呢间店嘅广东靓仔，眼大大，嘴细细，高得嚟又有少少肉，个样几襟睇啊！哇，几好喎、啊！我又要你发俾我啊！喂，睇个快递摆喺门口啊！哇，我男朋友到咗啦！喂，小姐，嗱系你买广东靓仔啦！喂，到咗啊！哇！乜依家买家秀同买家秀争咁远嘅？我要退货。各位女士，对唔住啊，人口贩卖系犯法噶，亦即系话你哋而家网购系买唔到真人男朋友嘅，租就或者得，又或者再直接啲买电动嘅。无可否认，而家真系好多人中意网购，可以上网买，打死唔出街，咁啊梗系啦，方便啊嘛。广东嘅天气你又唔系唔知道。一系就暴晒，一系就暴雨，总话揾翻一日天气适宜、温度适中嘅走出去行街，分分钟难过你拣个好日子结婚啊，老友。咁万一真系有一日你好好彩地遇上咗百年难得一遇嘅风和日丽、万里无云，咁你话俾佢听你结婚定行街啊？网购 ，Oh yeah， 真系舒服好多，你可以叹住冷气，一边食嘢、听歌、煲剧、倾微信、敷面膜、剪脚甲、搽埋指甲油。一边在网络上愉快地 shopping， 真的千手观音都不够你高效率啦！点两下鼠标，快递就在路上。以前出街 shopping， 你哋回忆一下那个岁月，又冇男朋友，又冇备胎，又冇车，又冇钱搭车，买完嘢啲嘢鬼咁重，一抽二楞，仲要焗住逼地铁、逼巴士，你都唔系话唔辛苦啊？而家网购唔单止唔使出街，仲唔使自己攞嘢添，快递员可以送到上门，咁就自豪啦。但系若果佢哋唔可以送上门，我哋一样唔使自己攞，只要你有个好同学或者好同事就够啦。喂，肥龙，你而家喺边啊？我啱啱食完饭啦，而家准备翻公司。咁你得唔得闲啊？唔通猫猫想约我饮下午茶？得，肯定得闲噶啦。咁就啱啦，顺便帮我喺快递箱度攞个快递啊！提取码发咗啲箱俾你啦。喂，顺便帮我攞埋，顺便帮我攞埋。顺便加一，顺便加二，顺便加二。顺便加三，顺便加三。加四啊，唔该。所以万一突然之间有啲同学又或者同事鬼咁关心你，你弹开自己攞。可能你哋而家仲会觉得沉迷网购，肯定系啲女仔系咁买衫买鞋买包啦。你错啦，沉迷网购真系男女不分噶，因为上网认真咩都有得买，明星同款、新品爆款，令女生入不敷出；高达模型、绝版手办，令男生山穷水尽。仲有各种各样奇葩的商品，比如话曱甴标本，你黐线嘅，我屋企大把啦，使买双眼皮锻炼器，双眼皮点锻炼啊？好彩我唔使嘅啫。霍格华兹录取通知书，喂，呢个我想要，发个链接俾我。安全核聚片实验套件，喂一零啊，其实依家嘅购物方式有好多种，中意买嘢完全冇问题，只要你嘅能力俾得起，你要买起我都系完全冇问题噶。啊，老细。不过有样嘢你哋要记得，网购嘅一开始都系为咗悭钱嘅，正如打游戏嘅道理一样，一开始我哋打游戏都系为咗开心嘅啫。但系今时今日打游戏嘅越打越激气，网购嘅就越买越穷，成日有好多心灵鸡汤不断提醒我哋话要不忘初心。问题嚟啦，网购你网购咗咁多年，咁你有冇真系悭到钱啊？不完美，做好自己。哇！哇哇咩啊？月之一二好多游戏玩啊！梗系啦，第一日知啊！打开月之一二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屏幕下方游戏，大把嘢玩。